OK， 直接大刀封路，炸回来啊！还有秒了，路给到也救不了。开启炸回鳄鱼，直接虐到泉水了。对，不会要杀完吧？最后是个斗鱼变，说已经杀了。哇，纯灵风。 ED7 直接回基地看比赛，明天。对，明天狂看看看明天谁被我们虐。夜炮开了呀，他的那猴子会被防的死死的。是的。这怎么开呢？又是一个大招封路，直接炸了一下，周同一个先手大招把阿乐炸了过来，阿乐直接被秒了。又是锤飞一个鳄鱼，这边又是逼动了一下露露，泽利是直接被卢仙洗掉。卢仙再往后闪一下，他再转起来，但是没有伤害呀。 再点死一个猴子，最后一个鳄鱼在泉水里面，有点没办法，最终 EDG 是3-1，晋级到了败者组的决赛。恭喜 EDG 拿下了这个 BO5，我觉得 LNG 的粉丝也不要灰心嘛，毕竟后面还有冒泡赛。3-5比4.5，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，差距不大呀，这俩队没什么差距啊。这边直接就是乱杀，经济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 然后这个位置猴子出来挣扎一下没用，让我们恭喜EDG进入到败者组决赛啊！等涛博与京东的败者过来跟他们争夺最后一张决赛的门票。这边林正王一个封路已经封到了，咋整啊？阿乐又被集火秒掉，那真的林正王了呀这一把，这里奈特也没有输出空间，GG 没有任何人有输出空间啊！这里硬卷Viper，Viper身上的血量很健康，14-0，这里只有斗鱼一个人在泉水里活了下来，恭喜 EDG 一个吊打的方式进入到了败者组决赛，等待着 EDG 和JDG 和那个滔博的败者。